俺门口的地里庄稼啥都收完了，收完了之后发现地里还有一个冬瓜，只留了唯一一个，唯一一个结了果实，但是再吃再不吃的话都坏了。今天给那个冬瓜摘了，摘了今天换换口味，吃个冬瓜馅的饺子。大家吃过吗？冬瓜馅饺子很好吃。俺爸正好下班了，今天和面的重任都交给他了，俺妈还没下班了。要说些和面，你别妈还好了吗？吧不差点儿，想活儿想。俺妈跳下来中，好细心。这是那个大冬瓜，这冬瓜先给它擦擦，擦碎，然后等会儿再切。切成泥，这冬瓜切好了，切成碎碎，现在给它放点盐，给它杀杀水。一放盐，这水一挪都出来。抽多少水？水弄好了，刚才这一满筐，现在弄过水剩多的一点儿。我看你拿了。拉盐。先打呗，打好我给这。好，香油。打了。第一次吃，俺爸包。打的馅儿，看一个俺妈弄的好吃吗？上吧，给冬瓜也长的。嗯，好。嘿嘿，冬瓜一挪剩一点儿不行了。一个冬冬瓜不要多大。干好了啊。嗯。饱了啊。One, two, three, go。嘿嘿嘿，来，他这个学校学了民农，学了啥玩意？他后来背诗了，背诗了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下土。哟，有点热了吧？热还热点不？怕它烂。你为啥和了面不会烂？我和了面筋，里头放了有盐，面里头放了有盐，筋。看看下出来有没有越烂的啊？咱爸夸下海口了，说他和了面不会烂。他不可能糟，这跟那拉那回面了的都是筋。这大要是吃肚里了。嗯，不管这个门擀皮儿，那门做水，直接包都下。哎呦！啊，干这个皮儿真好啊！这一边水开了，包着盐，先给这下了。嗯，喵喵。嗯，喵喵，好吃不好吃呗？嗯。和的面弄的饺子馅咋样啊？看什么？嗯，可香。可香啊！嗯，闻那味儿就香。我尝看。好吃。嗯，咱爸调了一下也可绝。哎，也可好吃。这个好吃。这日子和这个面可筋。嗯。就可有劲头，这个皮儿。赶紧吃吧，一煮。为了庆祝你今天第一天上学，还被老师表扬，来咱俩干个杯。干个杯，拿一个，捏一个，捏个饺子。别说咋了，俺表现多好啊！哎，来，俺也不哭。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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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。